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白，欢迎来到民族前线。那么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关注东欧的情况。那么有几个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要来说一说。一个呢是波兰籍的北约中将被发现是俄罗斯克格伯，那这个事情确实是挺震动北约内部的。那么俄罗斯这个情报工作搞的是相当厉害的，渗透。第二个。 波兰的一名准将在乌克兰被俄罗斯给炸死了，那这个事情也让波兰这个猪头国家非常的脸上无光。第三个是俄罗斯已经指出来，莫斯科音乐厅恐袭是谁在干，就是乌克兰要求乌克兰炸交人。同样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狂轰滥炸以及最新的军事动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呃、嗯，三月三十一日。 俄罗斯外交部正式发声明和照会，俄罗斯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莫斯科番红花音乐厅恐袭事件为乌克兰政府所策划，要求乌当局逮捕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里奥在内的所有涉案人员。注意，虽然前面俄罗斯不断有声音称乌克兰是莫斯科音乐恐袭事件的幕后黑手，但一直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定性，最多只是个别俄罗斯官员的个人表态造舆论。 现在俄罗斯外交部以正式声明和照会形式公开，表明俄官方已经最终定性，不会再理会乌克兰和美西方的言论。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确实是乌克兰所为。那你说是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说实话就是一个幌子，领着美国工资，替西方卖命的这么一帮穆斯林而已。 为斯特兰国，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看作为东突分子嘛？东突他们是穆斯林，但美国和以色列在打击穆斯林，一直在对穆斯林都很非常不好。但是他们拿着美国的钱，可以对你搞恐怖袭击，这是一一个事情。而且现在中国，我们拒绝拥有土耳其旅居史的啊。 外国人进入到中国，这个是很严格的一件事情，啊、呃，尤其是这些啊东突分子。现在东突分子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新疆人了，还有其他的啊一些人 s s k 啊，包括还有其他的这一些对中国不友好、听从于美西方命令的这么一些人。而且老兵也说了。 现在俄罗斯有有恐袭了，伊朗有恐袭了，就中国没有恐袭。但是针对中国在海外也进行了恐袭，那中国的内部呢？安全形势很严峻，日益严峻，这是一个事实，不能掉以轻心。那么现在俄罗斯定性了乌克兰，你就是恐袭策划者，你叫你乌克兰要交人，你乌克兰交不交人？所以现在乌克兰他做这样的事情。 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去帮助他，或是说去声援他，或者说去把他定义为一个被侵略的、被挨打的货色，没有了，也是把它定义为一个恐袭分子。同样的，俄罗斯也定义了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发动的这个导弹袭,袭击是一次恐怖行动。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报复是什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coughs>，乌克兰战争中，俄罗斯军队做俄罗斯军队做出了非常残暴的举动，投入了恐怖的超级大战，超级炸弹 ODAB 杠一千五航空炸弹。这枚重达一点五吨的巨型炸弹，冷酷的落在了苏梅州前段的乌克兰军阵地上。爆炸瞬间，大楼原屋顶的蘑菇云腾空数千米。 骇人听闻，ODAB-1500 并不陌生，它源自于冷战时期。一旦靠近目标仅十米，便如同引爆火药桶，释放出融化的易燃物质，引发烈焰，接着引发极具破坏力的体积爆炸，生命与装甲车结成烟尘。爆炸源是情报获知，苏梅州前雇主堡藏有北约高官和雇佣兵。 这不是冷酷暴力，而是疯狂了。俄罗斯所谓的才能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他妈笑死我！这是西方的口吻的一篇文章。但是俄罗斯已经用出这种小型战术核武啊，超级就是说，嗯，就是小型战术核武，他之前也用过，这个也可以称之为小型战术核武。还有一个这种炸弹，就是说在核武器和炸弹常规炸弹的临界点当中的一个过渡第一代。 就炸弹的最顶端，小型战术核武的最末端，这样的一个武器在这里使用，在这里点爆乌克兰的前线，炸出来蘑菇云，装甲车和士兵同时是融化掉的，气化掉，就融化掉，就是现在是还没气化掉，因为气化，你是原子弹爆炸式气化，或者说是接近于爆炸中心点的这个高温，它会对人体进行气化，但它这个东西是已经把人给炸的这个融化了。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给不兰，你，我就叫你交，教教你交不交练不交练我就拿这个东西搞你，很恐怖的。这个战争是正儿八经在升级的。巴以冲突这边，以色列打了伊朗的大使馆，这边也要升级了。然后解放军在南海进行核战争演习，这个也是要升级的，啊，对不对？菲律宾还要求要求请战呢，这这开玩笑呢？这三个军事热点地区现在都在升级局势。 这种炸弹一炸下来以后，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那么今天的这个四月二日上午，俄空天军战机突然对顿巴斯金事重镇恰索夫亚尔展开猛烈轰炸，投下数吨航空炸弹，将一个六层楼深的地下指挥掩体彻底摧毁。据悉，波兰准将。 马尔恰克和数名北约军官不幸身亡。紧接着，俄军又出动对，呃，这个地炮群对该地区展开密集炮击，乌克兰军队防线遭受重创，出现了一道明显的缺口。目前，俄军装甲突击群正迅速向索恰夫，呃，这个恰索夫亚尔推进，先头部队距离目标已经不足六百米了。 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前官员斯蒂芬·布莱恩在周一的武器和战略网站上发表文章，证实一名波兰将军在乌克兰境内丧生。这一消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猜测。啊，波兰的这个准将，你看看，我说过了，你说北约跟俄罗斯打仗，现在只是说北约的官方的军队没有进来罢了，但是。 他现在穿的全都是乌克兰的军装，在前线打仗，这个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就已经开始了。法国的军队、波兰的将军、指挥官都在这个前线打仗，那俄罗斯就把你给活活给你炸死了，啊，你你怎么办？你波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哼！所以说这种行动，俄罗斯可都是啊，对莫斯科音乐厅。 遭到恐袭事件的一个直接回应，现在就是逐步的在开始焦土政策了。我说过，普京啊，已经开始转变了，使用焦土政策去干这些逼货了。你本身就应该这么干了，本身就是这个数吨的这种炸弹，大炸弹啊，一千五五百，呃，一一千五百这个炸弹，你就给他使劲给他砸下去，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然后怎么，你让北约去跟你去耗去？ 北约有那个实力吗？别扯淡了，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这个俄罗斯最新的这个情况啊。据精准俄罗斯网站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列盖，啊，绍伊古周二表示，今年年初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损失八万名士兵。 他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继续削减敌人的作战潜力。自今年一月以来，俄罗斯军队还摧毁了1.4万件军事装备，其中包括1200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斗车辆。绍伊古在与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的电话会上说，在同一时期，莫斯科解救了大约400、解放大概403平方公里的俄罗斯新领土。他说，尽管基辅在战场上没有取得成功，但乌克兰领导层仍然。 在努力让西方支持者相信乌克兰有能力抵抗俄罗斯军队，啊，俄罗斯军队。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这种抵抗呢，我觉得是蛮傻逼的一件事情，啊，蛮傻逼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把乌克兰的这些士兵往前线去送，往火坑里去推，飞蛾扑火。 而到今年一月份到现在，第一我就算这个第一个季度了吧，一、二、三月份，对吧？就消灭了八万人。那到今年年底是多少人？四八三二，又需要消消灭三十二万军人，还有那些其不计其数的，可能被炸了，去医院重伤了，然后然后在医院里面死亡了，这个就没统计进去了。有统计的大概就有这么这么多人。现在这个乌克兰很可怕。 啊，只要他们，你你长得年轻还不行啊，或者说你到了岁数还不行，你可能去超市买个面包直接就给你架走，像国民党抓壮丁一样的，叫你去前线，而前线有很多乌克兰士兵聪明的，大举向俄罗斯投降，加入俄罗斯国籍，去俄罗斯了。啊，不跟你废话了，不跟你扯了，命是最重要的。我为什么要帮一个可萨老去买命？我为什么要帮美西方去买命？ 基辅市市长，他的儿子没有在前线打仗，他的儿子在欧洲过得纸醉金迷的生活，拿着美国的这些补补贴，在那里到处打的炮，开的豪车，住的豪宅，每天都是吃高档食材。这就是我说过，我在黑山，我在黑山，我是亲眼看到的。我在黑山是亲眼看到这些乌克兰那一张一张东欧的典型，那张东欧的那种脸，乌克兰的那种脸，一看就能看出来。 哎，就在那地方享享受了，吃的都高档食材。那把那个丽晶酒店，黑山这个地方，你说一个丽晶酒店，那平时也也就一千多人民币，但是被他们给弄到都四五千、五六千一个晚上。他们是长期包的，包年包的，钱哪里来？都是西方的纳税人，你们美国纳税人、加拿大纳税人、欧洲纳税人，你们的钱在那里养这些人呢。所以现在怎么像什么赛事？ 这一个个的这种海岛，什么塞浦路斯这些一个地中海，或者说靠什么迪拜这些，都是大量的乌克兰人在那地方潇潇洒的啊，达官显贵的，所以长期包房间，很酒店非常贵。所以说，这个就是乌克兰整个精神面貌都被打成这个逼样了。准波兰的准将过来又炸死了。然后还有一个最重磅的一个消息，我们来说一下。 北约抓获波兰抓获北约史上最高职位的俄罗斯间谍，欧洲军团的中将司令。波兰反间谍机关宣布已启动了一项检控式调查，要对担任欧洲军团指挥官的亚罗斯瓦夫·格罗马金斯基中将就涉嫌从事俄罗斯间谍活动对其展开调查。波兰反间谍机关获取了格罗马金斯基中将为俄罗斯秘密服务的证据，目前这位中将已被减职。 并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部队驻地押回国内。格鲁马金斯基中将于二三年六月担任欧洲军团的指挥官，同时还是北约对乌军援小组成员之一。这是个北约对乌克兰直接军事指挥机构，掌握大量机密。此前，乌克兰方面曾抱怨，乌军从去年以来存在严重高层泄密。这是夸张的说，乌克兰反攻方案在北约内部一提交，就会同步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桌上。啊，所以我说这个将军。 他也许是个是个范斯拉夫主义者，就像很多的日本的的学者啊，科研人员到中国来替中国搞科研是一样的啊。我们有些东风是我们自己完全搞的没错，但是据说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武器当中还也有一些日本的一些团队在给我们打辅助，一起在共同研发一些这种新的一些武器。 啊，这些人他都是什么泛亚主义者，他认为亚亚洲人就应该是一帮的，东亚人就应该是一伙的。那这样的日本人我是欢迎的，啊，或者说你是东亚这边其他的国家人我都欢迎。这个中将，波兰中将，他也是个泛斯拉夫主义者，所以俄罗斯的情报是很厉害的。所以为什么乌克兰在这边北约怎么指挥，就是说他是这个中将，他是什么位置？ 他是在一个总参谋部里里面的，就北约，因为是乌克兰军队怎么打仗，是北约是这些将军们坐在安全的碉堡里面，在斯特拉斯堡里面坐在这个里面去指挥乌克兰军队是怎么去打仗的，然后派一些各个北约的一些指挥官到前线去打仗，去指挥打仗，然后这里提交的这个军事情况马上就会在普京的办公桌上呈现了，所以俄罗斯的这个谍报活动是很厉害的。 之前我说过，那个俄罗斯那名叛逃的这个飞行员在西班牙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被俄罗斯特工直接拿枪崩死了。在西班牙，在北约的腹地，他都可以这样干事情。俄罗斯人对北约的这个情报是无孔不入的，这一点咱们得学习俄罗斯。中国的间谍、中国的谍报人员和中国的杀手、特别行动小组的组员，也要在世界各个地方去活动，对吧？啊。 这一点我们是要必须要往外面去闯的，所以说普俄罗斯这一点，啊，相当的不错，啊，相当的不错，啊，好吧，谢谢各位支师，谢谢。